我有看过，那真的超可怕的，它就是这样，咻咻咻，一片一片。别开玩闹了，不见了，我现在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吗？喂，Hello？哎，等一下，很母汤哎，我的 VOD，我要生气了。幸好我还没有玩游戏，我要生气了。可是我不想要这样子断，我想要好好的，就是游戏，然后聊天。哦，好烦哦！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最近我的电脑很常宕掉，然后宕掉有时候我打字还不能选字。嘿嘿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春分那边，我说 YK 也有春分。我那时候有跟他说，想要就是跟他买一瓶。所以你买到春分，你不对，你现在手上有春分哦，香料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嗨，嘻嘻，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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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造谣。所以今天就只好聊天了，不行啦。不行，我想要玩游戏，我想要把它看一看，因为我明天要出去，我想要玩。我觉得太久没有玩游戏，我现在有种戒断的感觉，卡莉断线了，卡莉断线了，我不敢照着那个音唱，感觉要被，好像在学。原来种花电信该比得宝也有埋线，然后哦，你说差不多凌晨2点到3点就会就是整顿一下就会断线。哦，我听到卡莉叫我的名字了，我今天一定很好睡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哦哟，你这样讲我会害羞，不会，我会做噩梦。就是整个梦都听到，就是一直有人在叫你，但是你回头看就发现，完全就是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情，真的没有人在叫你，然后你就听到嘻嘻嘻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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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你一直醒不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谁在叫你。我记得上次看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啊，我桃园人啦。什么？你桃园人？我为什么讲到？为什么讲到你桃园人？大家都桃园人欸，我这边的精酿店都有，进台北应该更好买。哦，你在讲猫飞的？嘻嘻，我跟你说，卡莉还刚刚叫我小心肝的，你自己讲，他 自己讲，我叫你小心你的肝脏。得到小精灵的耳语，太幸福啦！我这边的字挤在一起，我看着太帅服了，帅性的帅，太帅服啦！糖糖，嗨，糖糖，嘿，糖糖瑞安，一路路路，哦，对不起，那是西的，对不起，我的字真的太小了啦，我看成一路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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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，哎，嘻嘻嘻嘻嘻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没有听到卡莉，你对我的春分提议如何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是你给我春分，我行李箱那么重，我一个女生都已经2年没有重训了，你要我扛回去？没有，因为我还有买书，然后我的书在企鹅那边，你知道那是精装版的，1000多块。我讲1000多块，是因为想让你们知道那页数有多少，1000多块的精装书，大概我不知道500页吧，超他妈罗宾总呗，这名就是罗宾说，安 安、啊、自己在边这边，我讲错话，这里在那边是三小，这里在干嘛？这边在聊天，准备玩游戏。你才不是桃园人嘞，卡莉！我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隔壁台的那个是桃园人啊，不是干，等下有点尴尬，我是说便当啦，干，我是要讲便当，我没有在讲谁哦，等一下，哦，真的太好笑了，这里出没的人都小心肝，真的嗨起来，
嗨，空空，空空日安，空空，我看成噜噜噜。不行，什么东西？嗨，空空，谢谢空空儿，欢迎光临。有要给你春分是不是？那我自己喝掉。不是我要跟你买吗？可是你手上拿的春分会很喜悦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如果今天请你很轻的话，我真的还蛮喜悦的，而且我会跟香料你说，好啊，那你给我春分，然后我寄明信片给你。这个没底，没关系啦。没有，重点是因为我很重啊。对啊，你是很想要收到别人送的明信片是不是？你现在从机场到高铁可以全程都有捷运无缝接轨了，我就不想搭捷运嘛。是可以搭，我有搭过啊，上一次有搭，然后也不用。就是也不会很累之类，但是因为那个就是我可能要自己回家。卡莉真的好可爱，为什么突然讲很可爱？我说要给你春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。我不是哈，那明明就是很之前讲的事情。欸，有啊，你有友情有没有？哇，欸，不是，等一下我想到了 YK， 我想到了我要给你那个啊，这样讲出来都不好意思，我要给你我喝完的健力士的瓶盖。不要，我要砸碎录成影片传给卡莉。母汤哦，你这样子抛在网络上，对不对？那个酿酒师看到一定会很难过。哎，如果我是酿酒师，我一定会超级难过的。捷运超级方便欸，确定？我知道啦，我有搭过啦。可恶！不是啊，可是我家那边就是我捷运不可能到我家门口哈。我都让亲戚回台湾的时候全自助，出机场自己搭捷运，然后转客运。你说你的亲戚吗？回台湾的时候，我是自助啊，我就是自己出机场，然后自己搭捷运，然后之后搭捷运之后再转捷运。欸，等一下，我讲错了，搭捷运，然后再转高铁，然后再搭捷运。你要等那个超级久的公车，好吧，我还是搭机捷好了。果然敷衍，我哪有敷衍啊，我才不是敷衍仔，你才是暴雷仔。我没有敷衍你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就是你知道瓶盖嘛，你不用喝到酒就可以有瓶盖了，瓶盖。自己回家跟捷运有什么关系？欸，没有关系啊，我是说很远啊。高雄对不对？但我爸可能会来载我，但是就是一个大行李箱加一个小行李箱，然后我行李箱感觉又不是很好拖，不是感觉啊，干这真的是不太好拖，所以我连去巴黎我都不想要带，就是刚刚好。然后我其实从巴黎回来，我也不想要带满23公斤，唉。可是因为我要先拿我的书，我的那500页的书，说什么有你的友情，看来我跟你的交情不对，好像也没有交情。卡莉，那个 FAQ 的连接是不是过期了？真的假的？啊，对耶，谢谢你，因为我那天我在改我的 Q&A 的那个连接，就下方就是我的。频道下方的那个连接，我把它改掉，我把它跟就是游戏的那个
清单用在一起。我想说这样子好像比较有就是整体的感觉，结果我那一 part 忘记改，难怪我一直觉得好像哪里没有改到。对啦，因为我改了指令，结果我 timer 没有改，好好笑。等一下就是有点智障，好好笑哦。嗯，好好笑。我看一下 YouTube， 然后 FAQ。谢谢你，谢谢西西，要把它改成这个。噔噔噔！我那天看到一个在做，因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做网页或是网站或是网志的那种，就是那一种网站。就你可以做自己的网站，你可以做自己的就是网页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样式你可以去选，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自己直接去做你喜欢的样式。我觉得看到还蛮不错，可是我那时候看了一下发现有点麻烦了，所以后来觉得还是算了，我还是照旧用我的就是 WordPress 的网志好了。我本来是想说要把它做的比较厉害一点，就真的像一个网站的感觉，可后来觉得好麻烦哦，反正也没有人要看，我自己喜欢就好了。这样可以的，应该是可以，我应该改好了。晚安 ，You are， 不用谢谢啦，要啦，笑声敷衍仔一些，我那个笑声敷衍仔啊，不要，这那个你那个指令真的是介绍给各位新的指令，你才最敷衍，不行，好啦，大家差不多也要睡了，大家睡觉的时候就是我玩游戏的时候啦，我有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截取。就是截取那个，就是他的秘籍。晚安，晚安，又玩完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冒号啦 ，Cyberpunk Bartender Action， 哟吼！我可以，我应该要把我的 VOD 分开来。等一下，我关一下窗户，有点冷。有点想吃这个东西。我买了一个土耳其软糖，但不是那种很高级的，就是普通的土耳其软糖，想说还不错，如果好吃的话我就买这个牌子的回去。游戏截取，吴大日安 ，QQ， 我刚打的字都被吃掉，怎么了？你大家看小写好了，是小写吗？你大家看小写，小写的话呢？我其实自己也忘记了，我的天啊！哇，没有一个人答对耶，糟糕！等一下，音乐母汤。有点小。
是有点小啊。这样可以。香料你打成全形的惊叹号了啦，是半形的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开始玩吧。哇，插出去了。嗨嗨 ，Long， 嗨，你好啊，哦，出来了，哦，要加 S， 哦，CC好强哦，这会不会太小啊？有点紧张，如果太小，你们再跟我说。我们今天因为是隐藏对话，所以我们要从第一天开始。然后我不会一直很快速的按，但我也不会慢慢念，因为有一些就是之前都已经玩过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，就是如果有人是快速通关的话，可以去看，或者是去看连打的攻略。如果很喜欢我的话，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 VOD。哈哈哈哈。这最后一句，不要不要，好，对不起哦，我不应该闲置的啦，不要再一次了，拜托。趁文导还没来，先练等来追他，他应该不会，他应该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常来的啦，最近他好像不是很常来。好，嗨，母堂哥，好久不见，是我们。第一天就开始吧。我第一天，我还是重玩好了。我重新玩，不要再一次了。我看这个片头已经看了很多次了。好。这边我就一直跳过去。这个是 Anna， 然后其实玩到最后就会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。我之前玩她，其实她不是一个人，她算是鬼魂吧。她是一个 Jill， 是我们的女主角。然后它总共有三章，我们今天从第一天开始玩，就是第一章。不用看 VOD 啊，你玩这个我几乎每集都有看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一个小机器人，有发言或挂台就有经验，没有错。详情的话，你可以打 Mikuya， 就是它的名字，或者是你可以去看 Q&A。好的。啊，因为我独挡，所以我买的东西有些都不见了。Oops， 糟糕，也变成零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穷过，我没有那么穷过不行，我爱独挡看看，独挡仔，可恶，我没有存到第一天啊！有，我们从第一天开始。这边玩过了，我们就继续啊。这个是你，就是这个是因为我玩，这是我二周目，所以他就会讲比较不同的话。账单还是会在的，所以我还是要账单的意思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个 bartender， 所以我要赚钱。其实这个游戏的最终的目的是要。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Jill 赚钱，然后付得出来每个月
就是他应该要缴的，像电话费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。还有最后就是1万块的房租，就他要就是赚钱，然后把这些账单付一付，然后他会跟你讲一些比较就是其他结局的一些方法，无家可归就是你没有付出你的房租。然后这些结局我都付完了，不是付完，我都已经破完了。巨如机器人。Twitch bot，一卡车太远古的东西还会被遗忘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说他们的机器人吗？这里的机器人很多哦，很多机器人。这游戏大部分聊角色都记不太得了，印象最深就是说话不知所云的白色胖子跟一只狗，真的。后来结局有玩到白色胖子，他诶，白色胖子你是指？诶，是指白色胖子吗？你是说穿紫色衣服那个白色胖子？哦，对，这就是因为我有其中有一个成就，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买完。可惜现在商店不能去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先去上班吧。诶，对，这个人指是。Jillian，他是我们的同事，我们都在这间 bar 工作。白人胖子哦，对，他后来发现他其实他不知所云是哦，看这就是刚刚那个 Anna，对。然后白色胖子，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人很好，他的结局吓到我了，他结局很棒，就是想不到他这样子乱讲话，其实是有他的理由在的，他为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吧，可以这样讲。Piano Man Sugar Rush，哦，我真的忘了欸，糟糕。调酒，现在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Sugar Rush。我玩这游戏比较长，就是用这个。我觉得太久没有玩会忘记，真的，糟糕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，我只知道这个成分是酒精浓度。的高低就是取决于它，这越多的话酒精浓度就越高。然后如果是任选的话，就随便你加，然后调制就会成为它。他要的调酒都不知所云，什么17之类，对，记得超清楚的，Morphe，对，17，很难。这就是新手教学，就是 On the Rocks。我的花束，加冰块，调和，我觉得有点卡啊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，对，boss。嘿嘿，好，赶快把这边用掉，我就可以来看解，就是隐藏的那个。有人说，因为其实它有点像序前言之类，就这个，这是第一天，但是在它前面其实还有其他天，然后
有人说推荐就是建议是把那前面那些的，就是把前面的序玩完，再玩这边会比较顺。那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是先玩第一天，然后之后再回过头来去玩它的前，就是它的序跟就是一些就是番外，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也不错，就反而你会觉得哦，原来这边原来这是第一天啊，哦，原来这是这样子，对，蛮酷的。之前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这个，这个也不错，所以我会，好，哎，这个人，我看一下。给他一个啤酒，记得他会喜欢大杯的。等一下有点卡哎，差点按错。三四，OK， 总会记得特别清楚，就好像对你好的老师毕业后会忘得差不多，可是对你死到你的老师你会记一辈子，真的真的，我会真的会记一辈子，就他对你坏的人就会记得。这个人在，我记得在报社吧，报社工作，他应该说他是一个报社的头。然后其实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都不是很喜欢他，我就这样子，他除了他的遣词用字十分的令人不舒服以外，虽然他不是个坏人，但就是不喜欢。一开始是蛮讨厌他的，但之后就是转向就是普通，但普通偏不喜欢。这还讲得蛮好笑的，那他说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，老妇人丧命这样的新闻就足以保证点击量，但是现在你需要老妇人怀抱生病的孩子遭到卡车撞死才可以，光是死亡还不够，读者需要事件背后有一整篇煽情的悲伤故事。对，反正第一天遇到他，一开始我就，唉，怎么是这样的客人？我还有点吓到，因为就天哪，第一个就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客人。我觉得我发现，如果我不念那个对话的话，会非常的尴尬。不行，我不想看你，快点！我是不是可以快转啊？我是不是可以快转？他又要啤酒了，奇怪。之前有一个前辈，有一个超就是一个强者，他有教我如何快转这些人的对话。我想一下哦，我忘记了，糟糕，我真的忘记了，而且等一下。我的电脑好烫哦！等一下，到底是哪个键啊？是 Control。好，我决定要快转了。对不起，我决定要快转了，抱歉，抱歉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我要超级快转，抱歉。对不起啊，刚刚才
才刚说我不会快转，现在就受不了了。我不想，这大概是我看的第四次还是第三次的了，因为之前玩完一周目之后还要再继续玩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小心做错了，抱歉抱歉。我要一大杯。好，我听说可以设快捷键，我是说调酒的部分啊。好像有人跟我说过，他似乎是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可以设快捷键，但是我觉得我会，因为那时候玩习惯了，可以拉得很快，所以我就哦，对，就是他隐藏那个。这边的讨论区是说，我看一下哦 ，Ingram， 如果我给他一些甜的酒，就是饮品的话，就是如果我用甜的饮品取代他想要喝的，会就是解锁额外的对话，然后跟第二天另外一个人的对话，然后。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甜的饮品会让人就是会让人放松心情，因为今天他非常的紧张，所以甜的饮品会让他就是放松心情，所以会讲出比较就是比较不同的话。嗨，高盖嘎，嗨，你好啊 ，God Punch， 其实它是苦的吗？还是我有点忘记了。对，它是苦味，所以它虽然你给它 gut punch， 因为之前我一周目的时候我就给它 gut punch， 但是就是中等，就它本来就是要这个东西。可是如果你今天给它甜的话，我不知道，给它可爱的蓝仙子好了，给它蓝仙子喝喝看，甜的。这个我在猜，因为其实他都没有说这些东西代表什么，但是我自己猜，像这个是酒精浓度，然后我在猜这个应该就是甜味的来源，然后有一个是酸味，另外一个是苦味，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，我那时候自己猜测的。这是什么甜饮？但是我可没有点过这个，我只是认为你需要这个，好吧，那我就接受了。哼，这个毒窝是间酒吧，鬼地方，毒，这是毒窝吗？那是念窝吗？我其实不知道。这里满是狗尿跟肥皂的味道，你是发了什么疯才会指望有人在这边感到舒适？后面。这边的对话其实差不多欸，但我来看一下他后面会不会有其他的那个。他说自己是这里的常客，我已经开始质疑他的品味了，品味的味，可恶，不可以。我得承认，无论选音乐的人是谁，至少那家伙的品味还不错。Dana Zan 赤色彗星，有点中二，但是他其实很强。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的对话其实没有差很多欸，我觉得，因为这边其实都有看过，我以为他会说比较多自己的事。我之前会想要玩隐藏对话的主要原因就是，全部的人几乎啦，我都知道他们自己背后的故事，跟至少他们的想法啊，或是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人。但是，我都给他喝甜饮好了。但是反而像这个男生 Ingram， 我真的不知道他。就是什么，他的背后的故事我真的不知道。
这个好了 ，Sugar Rush， 只要不开心就喝 Sugar Rush 吧。这可不是我点的，好吧？你知道吗？这些甜饮让我回想起了我的前妻。要讲了，各位开心，终于我们今天有那个进展了。每当他发现我心情不好，他就会从包包里面掏出一颗糖递给我，然后他就会微笑着说：“甜味的东西有助于改善心情。”听上去是个好女人。在女儿出生之前，她一直是好女人，但生下女儿几周后，她就突然逃走了。留下一张字条，表示一切实在是太真实了，无力承受之类的。唉，是我为你调制的甜饮勾起你不好回忆吗？没那种事，就算他最后表现得像个婊子，我和他共度的美好时光也不会消失。哇哦，嘿，我打算再点一杯。那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是你的。给我来一杯 French River。我记得 French River 应该不是甜饮吧？发泡时尚，我还是要给你甜饮料，怎么样？两个，然后三个这个，三个这个。你觉得这样能让我开心起来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嘿，女士，你对白骑士有什么见解？哦，我不一样了。见解没有足以构成见解的认识，我与白骑士的接触寥寥无几，尚不足以对他们产生见解。如果我说有个白骑士杀了我女儿呢？天哪，真的？那大概是4年前的事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我终于知道他的事了。葵维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游戏我大概是今年年初一吧开始玩的。现在半年了，我终于知道他的故事了。他刚离开学校就遭遇了一场某个疯子和什么警察的追逐战。等一下，有点耳熟欸。他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罢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很遗憾，没有戏剧性的一幕，没发生疯子将他劫持为人质，而警察将他一并击毙之类的事。警察的队伍从他身边经过，其中一个成员打了他，把他从路上推开。靠！他摔倒时头撞到了墙上，当场毙命。混账！现在你对他们感觉如何？天哪！别误解了我的意思，但我并没有改变对他们的印象。事实如此，我对白骑士的互动还不够多，不足以构成自己的见解。如果我仅凭少数例子就批判整个群体，我也会因为一个 Lilim 失控而反对所有 Lilim 的。说实话，我对此深有同感。我也不打算向整个白骑士组织复仇，我只针对那个杀了我女儿的畜生。想不到他竟然为此，我花了一笔钱买到那个杂种的名字，又花了更多的钱买凶杀人。我派去的人提回了他的脑袋作为证据，这个环节就算终结了。至少我每天是这么对自己说的。另一方面，得知那个家伙死掉让我感到很满足。另一方面，我还感到了空虚啊！我大概懂他的意思。一直以来，对那个家伙的恨，对女儿离世的悲伤，全都消失了。一直以来都是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可是当那个人真的死掉之后，就会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沉浸于怒火之中的时间实在太久，以至于那种感情几乎燃尽了我的悲伤情绪。有些时候，我觉得我会遇到一些应该为之感到愤怒或悲伤的事，但我产生不了那些情绪，这让我很困扰。在过去3年，我雇佣过一个女孩，让她扮成我女儿的样子，扮演我的女儿一整天。她甚至会在我女儿放学回家的时间出现在我面前。没有目的就什么都不剩了，真的。就是你一直以来的目的，当那个达成之后，像某一个人死掉，或是把那个人杀了，或者是帮谁复仇。可是当真的
那件事情就是勾选完成之后，自己会觉得很空虚，因为一直以来你都是朝这个目的，朝这个不对，朝这个方向前进，接下来你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了。但那天结束，在他离开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，连一丁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只想自己能够为离世的女儿痛哭一场，这个要求很过分吗？也许你不该强迫自己。只有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，感情才会有所冲动，而且哀伤没有必要通过泪水表达。是啊，也许我应该找个时间那样尝试一下。那你知道我可能只是在假装说出心里话，对吧？嗯？我刚才说过的一切，那些都可能是我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。我也可能是在谎称自己说谎。人们都会说谎的，女士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个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换一下再来。哦，酷哦。通常接差不多两位客人，他就会让你中间存一次档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我想要覆盖过去，因为我觉得我之后应该还会，就是我应该不会今天就玩完，第一天中间休息。他下面有写接下来的人是，我看一下哦，一个女生，然后她叫 Say， 然后她说给 Say 一个酒，让她开始讲。Cold belt velvet or any big drink when she asks for something classy。 等一下，我来试试看，因为我有点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不能给他，就是他这边我就先跳过，因为有点那个小杯甜味加冰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特殊的饮料。我想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火辣的小杯甜味加冰，小杯甜味加冰不是这个，小杯甜味加冰也不是这个。小杯甜味嘉宾也不是这个，小杯干，小杯甜味，这个，小杯甜味嘉宾六个，小杯甜味嘉宾，小杯甜味嘉宾，哎，一个，两个，一个，嘉宾调和。抱歉，我喝一下酒。好，这个这边都是讲过的，看过的。时尚饮品，好，他这边有说，如果给他太大的饮料，或者是这一杯，就是时尚饮料，看一下哦，像。如果给他这一个的话，他就会提早走，所以我决定要给他。我觉得我给他什么好呢 ？Brittany 好了 ，Stella。他们现在在互相自我介绍 ，Julian， 请不要叫我 Julian， 好、
哦，这边的电视可以换。突然想要跟大家讲一下。狗尿跟肥皂的味道。我妈曾经做过兽医，我放学常去她的诊所。酷哦。白骑士袭击了我的朋友。哦，他这边有讲一个白骑士袭击了他的朋友，并准备对他动手。那时候另外一个白骑士救了他们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已经玩完了，所以我决定这也不算暴雷吧。就是那时候，他在这个地方讲的白骑士跟另外一个白骑士，这个另外一个白骑士就是我刚刚跟猫费讲的那一个白人胖子，就是完了，忘记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应该叫做什么啊？叫什么理由的？啊，完蛋了，忘记他的名字了，就是那个Virgilio 之类的吧。他就在讲他之后 Virgilio 的结局就会讲到他救了他跟刚刚讲的那个 Stella。 好酷哦，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好酷哦，奥克胖子，对，奥克胖子真的还蛮强的。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感觉好像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其实拼拼凑凑你会发现大家彼此都认识。白骑士负责救援的感觉，因为其实他虽然说隐藏对话，但他也没有说隐藏对话会多少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些小小的小提示之类的。马丁尼，好，再给他一杯 Brantini。 我觉得好酷哦，但我觉得真的要玩完，就是把成就解完之后再直接来看这些隐藏对话，不然他就是因为他天数很多，对话有很多。什么声音？所以就是我觉得直接玩隐藏结局，不对，隐藏对话就是会比较理解，会比较知道那些隐藏对话在讲什么。这个人真的，我真的很还好，他好像叫 King 吧，有点忘记了。他说给 King 一个饮料，会有不同的场景在第二天的时候。OK， 什么是不同的饮料？他没有讲哎，所以我要给他喝什么饮料吗？给他饮料，冷静下来。当你需要冷静的时候，就给你 Sugar Rush 好了。不要加酒好了。这个人我真的是很普通，感觉这一天好像。我先继续跳过好了，因为他说隐藏场景会在第二天。男钢琴师，加冰块。哦，他要喝了这个。其实中间的一些小对话，
他们讲的一些故事会变成，就是会变成之后，就是因为有些客人他点酒不会好好点，他就说我想要那个什么什么，好像有点像什么故事，或是故事是一个男生送给他的朋友，或是为他的朋友命名的什么之类的酒，这时候就要知道他到底在管我笑。哦，本日结束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三个。第二天，张Donovan 先生要求一杯 Mars Blast， 然后第三天他可能会一个 Bleeding Jane， 给他一个正常的饮料。看一下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在第三天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要求要 Bleeding Jane， 不要给他这些，给他一个正常的饮料，像他最喜欢的大杯啤酒，就会解锁额外的选择性的有什么解锁另外一条故事线。然后 I do believe you still have to serve in his bitter drink at the end of his visit。 我直接先去上班，没事。好， Donovan 先生来吧。想把这些，我是不是听错歌了？之前另外一首歌是这首吗？应该是这首。没关系，先听。哦，又是他，照常。好，我给你大杯饮料。Mars Blast， 所以我不应该给他 Mars Blast。 我想看一下 Mars Blast 是什么口味的，是辛辣的。好，我继续给你啤酒，应该是吧，没有错吧。调制这个不错嘛，但是唱错了，就如同你的生意合伙人的老婆，靠北啊。是啊，嘿小家伙，昨天我喝强了，因此我们得达成一个特殊协议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昨天有没有说出什么能被人用来在法庭上对付我的东西？除非对投资人的抱怨也能被当成法律武器来用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一提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啊，操，他讲话真的很难听。投资人提了一堆无理的要求，投资人自我感觉比你权力更大之类的。哦，是啊，除了那些就是用德语说的种族主义脏话。是什么？但我得告诉你，世间还有比你的投资人更恶劣的人。嗨，中信日安，你好啊。你的顾客是什么？你的读者。如果你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当然，除非你的顾客是我。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无论做什么都要讲究公共关系 ，PR， 也只需要讲究公共关系。我们的俄文老师，不是俄文老师，俄国老师，念公共关系的简称都会 PR，
只要有人能把你当成宝，哪怕是最烂的东西，你也能卖得出去。这个翻译对，超难听。只要你敢犯错，你就彻底完蛋了，你会沦为万劫不复的千古罪人，连上诉的机会都不会有。但愿老天开恩，不会让别人断章取义抓住你的口不择言那一刻。一个月前，我们不得不声明，一篇关于附近森林中的美洲狮的文章，确实是在讨论动物。都是因为我们惹到了一群40多岁离了婚的中产阶级妇女，上门哭闹自己被伤害的感情。他们在那片森林里搞过野餐派对，就以为我们在写他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我真相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能被自己的同名动物给吃了。玫瑰香水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总是会有人被冒犯到。是不能讨论任何东西，我们要政治正确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讨论，不能发表意见。而这群异常敏感的王八蛋就是你的顾客，你不得不把他们当成是服务对象。老子做的可是一份该死的报纸。好的，每种的小姑娘，我在想应该就是我们昨天见庙是怎样见到的那个 King， 就昨天在那边睡觉那个 King， 给我被苦味的。可是苦味的，所以呢，见尿，好，攻略说，我还是得就是给他苦味的，好吧，那我就再加酒精会发生什么？那我就把你的酒精加好加满。加好加满，怎么样？再来一点吧，把你加，哇哦，这是最大杯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等一下啦，成化，我忘记按成化了，加好加满。不错，能醒酒。他脸是我错觉吗？我觉得抢了他的采访，把他扔在单位抵挡那些发疯的贱人。我不希望任何人遭遇那种事情，就算是我最讨厌的敌人，好吧，也许有两个例外，特别体贴周到。我不是怪人小家伙，但我是个男人，而一个男人是不可以阻止另外一个男人靠北啊，除非他是打算。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老子讲话口齿不清吗？也许你可以送他一张票之类的。你有刚看到那个翻译吗？我是一个男人，一个男人是不会阻止另外一个男人就是有上床机会，除非他是打算。汤，既然我总是听到那小兔崽子滔滔不绝谈起他，我知道了。他好强哦，好，这边跳过，因为哦 ，Dorothy， 我们的底线机器，啊，所以我应该要让他醉耶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所以我给错了。第一天我给错了，
我想一下哦。糟糕，那我想要重玩第一天。我要让他醉，让他醉，让他醉。Piano Woman，我来看一下，可不可以那个自己加酒精？不行哎，这是麻烦。等他可以自己加酒精，我就把他加到满，让他醉。他特别喜欢这瓶酒，这种酒。Moon Blast。诶，我按错吗？没有。生命之水加下去就醉了，真的。加多一点。加冰块调和。这边应该就还没有。就 Jamie，你好啊，水手。你好，小姐，叫我 Dorothy 就好。让我请你喝一杯吗？我请定了，前几天拿到一大笔钱，而且今天我心情不错。一大杯 Sunshine Cloud，点一杯更贵的。他说 Jamie，当他用 Mars Blast 的时候，我可以改变他的对话，我可以利用给他另外一个 Blast 结尾的，让他改变他的对话，酷哦！所以我要等他要 Mars Blast 的时候，也就是之后吧。好，我先来做 Dorothy 的 Sunshine Cloud。好，任选，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要来让你醉了，呵呵呵呵呵呵。呀呀呀呀呀！嘉宾，没有什么是生命之水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如果有的话就来两瓶，没有错。按下下一杯，下一杯是 Gut Punch。Punch, gut punch, gut punch, gut punch。好，这就是你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所以就将用这个将就用一下对策吗？我非常喜欢这一杯。如果你需要一张加目表的话，我有一张更新过费用的便利卡。如果你请我吃饭或负责开房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打折。我们确实有追踪纳米机械，但它们只有在身体进入警戒模式时才会释放，比如当我们遭遇袭击之类的事的时候。那样的话，当局就能追查到袭击者了。不过，这个系统也有不少毛病，就是了。我听说有一些不幸的故事，像有些 DFC72 结了婚，在新婚之夜感到焦虑不安，然后就砰，他们的配偶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蜜月了。我明白了。除此之外，我已经把自己改造得很彻底了。如果任何有追踪纳米机械能在这种情况下释放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我得由衷赞赏他的顽强。嗨，Sola，Sola 日安，你好啊，Sola，今天好吗？还不够纯，就去医院看酒精洗手液加下去，不行啦，死掉啦！好，我们 Dorothy 有多少？刚好足以让我的皮肤能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愈合。哦，我只能告诉你那些，点到为止，小姐。好吧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哇，他走了。他没有醉吗？天哪，他竟然没有醉吗？好吧。
好 ，Mars blessed， 我要搞错，我就是硬要搞错，我要给他 Moon blessed， 来吧。为什么他没有罪？为什么他没有就是奇怪的那个？今天安眠药只维持四小时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你要再回去试着睡睡看吗？看一下哦。不是这个星体 ，Hijo。几年前，我曾经见过月球加农炮的首席工程师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哦，好酷哦！还有其他的对话，有点自以为是。他说过自己发起这个项目只是为了泡妞。据说他总是对女孩们声称会以他们命名那座大炮，似乎只差一点，他就会被命名为 Simonetta 大炮，而不是 Celine 大炮了。鬼念，可恶，可恶！那所谓他而做的事，如果换个名字，会显得很奇怪的。嘿，这个城市有很多雇佣杀手式的角色吗？没几个，可能只有两个女的，三个男的在站这一行，包括我在内。为什么问起这个？昨天有位客人提到白骑士杀了他的女儿，他还说自己雇佣处理了那个家伙。他雇的人还给他带回了那颗白骑士的人头，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熟悉这种事。能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吗？无意冒犯，但还是不说为妙。我不介意，我不会把自己的目标斩首的，那样太麻烦了。如果有人雇我杀人，我通常会把全尸带给他们。但那个故事听起来确实有熟，我觉得自己认识接了那份工作的人。如果我……哦，天哪，真的是隐藏对话，我的天哪。等等，多吃几颗吧，知道致死量是多少，可以放心的吃。好，我懂你的意思，知道我喝多少会醉，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毕竟还是要睡嘛。那你吃药的话，你这四个小时睡得好吗？还行吗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是一个名叫 Sanders 的同行。Sanders， 这么说来 ，Jamie 不是你真正的名字对吗？说实话，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真名了，所以我觉得不如就叫 Jamie 算了。哦，酷哦。我只是突然意识到，从危险人物身上套出危险的情报，对我而言是多么轻而易举。无意冒犯，我不介意。你能轻易做到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把这些情报怎么样的。我是不会随便对人偷这些的。就醒来发现四个小时过去了，哦，这样子啊？那你有觉得醒来精神很好吗？或是就是整体感觉有没有感觉真的有好好的睡？有些我觉得有时候睡一睡会觉得感觉什么都没睡到，然后身体还是很累，或是心还不是心啊，头脑还是很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只是在想，平民要处理掉一颗人头会有多麻烦。好消息就好，可以，非常好。我不应该存档，对不对？啊，糟糕，我不应该存档的。我昨天是存在哪时候啊？幸好我不应该存档。我来看一下，第二天还有，Kiramiki， 要给他，我要让他醉。啊，给他醉的结局我用过了欸。那我决定，我要先去读档，我要先回到第一天，然后再去看。这是第一天休息，所以 say， 这是 say， 他说要让他醉，会有一些其他的对话。但是他要比较时尚的饮品的时候，不要给他太大杯的，小杯甜味加冰，然后又很高酒精浓度。
得找找欸，可恶，有点难。小杯甜味加冰，是不是只有一，就只有一杯啊 ？Moon Blast， 小杯甜味加冰。Moon Blast， 这个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是不是只有？我的天哪，只有 Moon Blast， 好吧，那我们先给他这个。然后再给他其他的。其实精神很好，但等于我今天只睡了四小时。我以为我现在的药是其他药的十倍啊，怎么已经没有睡意？而且下午还要出门吃饭。天哪！希望你可以再睡得着，这样很伤身体啊。你还好吗？那你需要把这件事情跟你的，就是医师讲吗？就是你吃了这个药，但是你中间醒来之后还是睡不着。这边看过了，我就是那个时尚饮料，但是要很浓很浓很浓的。我的天啊，好难想哦，很浓很浓，这个只有两个。这个九个，很浓很浓的，可以。等一下哦，纯化调制，耶！就。这边是一样的。这边讲完了，这边看过了，奇怪，是一样的吗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的哎，他还是走了啊，那不然我要给他什么？为什么我无法让他留下来？糟糕，我怎么让他留下来呢？给他这个跟任何大杯饮料会让他想要提早离开，不然呢？不然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要让他醉。可恶，不行！可是我不想要一直就是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。小杯甜味加冰，就只有那一杯啊。他说，他刚刚说时尚饮料。哎呀，那不然怎么办？怎么这么难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会留下来？往好处想，我如果现在饮料被人家笑掉，我有抗药性了。天哪！不过我也不是每天吃就是了，真的很难睡才吃哦。那也好，小心身体。一美的布丁好棉袄，好吃哇！现在还可以吃布丁啊，真棒啊！只是大概两个小时醒一次，天啊，这样睡一睡会很累，不过就是也算是有休息到。不要太大杯的时尚饮品，
不要太大杯的时尚饮品，怎样算大杯？我刚没有大，我刚没有大杯啊，所以我要给你小杯的。然后又不能这一杯，这一杯你又不喜欢，麻烦鬼！天哪！不要太大杯的时尚饮品，这个有四哎，这个有二。不要太大杯的时尚饮品，我给你这个好了。希望你会醉，拜托你了。还是其实他已经讲完了。马丁尼，弗兰提尼，神话，可是。所以这样子就结束了欸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，这么好吃的布丁我可以吃一打，到底多好吃。上次在西西台到天亮那次就是完全没睡，他五点关我六点睡，现在就救母汤了。天啊，又练一等了，可以先去洗澡。好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毛飞哦天啊，真的真的，睡睡醒醒，睡睡醒醒，给就可以冷静下来的。我要让你冷静，又让你醉，必死你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超级，应该就是这个吧 ，Moon Blast 吗？还是 Blues 啊？这个啦，给你这个好了，让你醉，让你醉，我要让你醉。快，好，成化，非常好，喝，给我喝，哦，他，哦，可恶，他还没醉，赶快给我醉啊！男钢琴师，你要醉了没？赶快给我醉啦！哦，赶快醉啊你！快点给我喝多一点的酒，赶快给我醉，赶快给我说话，跟我说你的事，赶快赶快赶快喝！天哪！据说他是没按时吃，要不然要父亲长得像曾经激烈批评他的乐评人，爵士乐，真酷。纪念他刚离世的钢琴师朋友。好的，赶快醉，你要醉了吗？哇，该醉了吧，赶快给我醉。耶、yeah, 我被干掉了，怎样？哇，大家都好会讲话哦，真是的，你们真的是太棒了，太开心，你们不是太开心，太棒了，有人陪我讲话。你们怎么打那么多字的啊？我都不确定我可以就是那么高等，就在别人的台里。女性竞争，这边是一样的。
Kimberly， 哦，好厉害的名字哦！我还睡，好，好 ，OK， 结束了，我再继续存档，我再继续存档。天哪，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我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这边。在第一天跟第二天一直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想怎样？想怎样？我的天啊！我要继续！我的天啊！我的天！